第三局比赛即将开始，板型为雪月猎魔人，有请主裁判入场，请各位选手抽取身份底牌。感谢菜泡饭给空空投食唯我独尊一套。正言，空空宝宝加油，你是华山最帅的男人。第三局将开启空空个人视角。请各位选手确认身份底牌，倒数十秒之内请戴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天黑请闭眼。想要上井的选手请先举手示意，五、四、三、二、一，天亮了，竞选警长环节，请举手的选手将上井灯点亮，五、四、三、二、一，竞选警长的选手有一号、二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根据现场时间随机从一号选手开始发言。哎呀，我先发言啊，好难啊这游戏。除了第一把是狼，后面两把都是好人，这把还是好人。实话讲，我是好人，你肯定听得出的。其他就没啥了，好吧？那个四号玩家，你有东西啊？我觉得可能大家在晚上看到的比较精彩的画面，但其他我也不知道，好吧？
那个还有你，小玩家啊，我随便说说啊，我过了。我验了十二是匪徒，井下是三在井下吗？好像在吧，因为我看四到十二都上井的，三在井下，我就验穿三定有格局吧。无论他投给谁，验十二是因为他前一把悍跳摸了我，我想我这把是个预言家，哪怕摸他是个狼，他也不会介意，对吧？因为有些人很介意说预言家摸我摸我，我想他已经来骗我了，那他是个狼，我摸他他也没啥。我就摸了十二，那不好意思，你是个狼，那是真的没办法，好吧？我也没说验你之前我想摸你是啥，没有预设。验三吧，就定个格局吧，不管三说了啥，好吧？一号玩家是说四号玩家是疑似匪徒的，因为这一把是四的个人视角，所以一敢发这样的言，我是觉得你是不太怕错的，但是你为我退税我就不聊你吧，因为我是觉得假设四是个好人，我这局游戏我说四是个狼结果错了，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点那个啥，所以你是简单你也说四是个狼的，但你退税就先不管吧，就验个三，随便再验个谁吧。十号玩家看着我，就验个十吧，因为我扫了一圈翻十就紧紧的盯着我，就验个十吧，十起跳就那也没啥警徽流，他们要双胞那也没警徽的，就验个三，验个十，验个十二是匪徒，别的没了。我希望好人的信任，因为这个游戏，我是不希望你们因为上一把的关系，所以说那个天生对我有敌意的。我是希望这把能赢的。我验了十二是匪徒，我验三，验十，好人就你是好人就把票投给我，你们好人就自己谨慎站边，就这样过了。我是一个好人，我觉得二发言还行吧。听听，再听听十二发言，看十二原不原地起跳。我也不想给一什么反馈，停下听听一发言。我是真不想抿人，我但是我也不会抿，就随便点一点，好呗。我觉得五号玩家可以，如果五号玩家跳，我应该偏向于武士，因为在那嘎子犯啥不懂，不知道，好呗。其实没啥好聊的了，三号玩家又在井下，我是觉得你这把有可能是偏狼的，因为你上一把在井下拿好人就是胡搞八爷接一下，然后呢自己那的吃个好东西，对吧？然后让我们一群人跟着你翻车，我觉得你这把是好人，不大可能会在井下。其实我是，哎，还聊点啥呀，其实没啥好聊的了，我今天玩的不是特别开心，真的不是特别开心。不是你这九号人，我发言你老在那嘎达瞅我干嘛呢？就是你是觉得我说的特别对是吧？我身上的气质无与伦比，你被我深深的吸引了，对吧？我会给你机会的，但是七号玩家你得先打过七号玩家，因为我现在是属于七号玩家的。30秒，好呗，30秒其实还够用。我觉得我要不把30秒尬聊完，我会很难受的，因为我以后我要当一个时间管控者、掌管者，掌管时间，掌管星辰。我回去我就把时间倒流一下，然后呢，从第一局再重新玩一把，好吧？那就这样事儿的吧。我是一个好人，我觉得三狼人二玩家听听十二发言，因为二玩家发言不知道，好吧？就偏向于。发言时间到，五号选手请发言。哎，对。我发言你 A 对啥呀？你逻辑上来说，虽然你攻击了井下的三，但你们也没有站于四二号玩家的边，所以四号玩家发言就在听。听感来说，我觉得还行吧。甚至一四互打，我都没明确听出一四里开了狼人。当然保我是不敢保的，保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我就不敢那个什么压力。二给十二发查杀的时候，我觉得十二的面部表情其实挺尴尬的，所以我觉得二的预言家面还是挺高的。啊，没听后这位发言之前，我觉得二是有预言家力度的。且发言来说我没有找到其他问题，除了最后你们要吹毛求疵挑一点什么你们好人啊之类的发言问题，我对我来说这种发言都无关紧要，好吧？你们想打打，但是我可能不会拿这个点去攻击二号玩家。理论上四说二还行，偏向攻击三号玩家，我视角是要近似的。那我觉得总的来说一四里面我没有明确听出狼人，我底牌是好人，就听听后置位了吧。抿是抿了，但是抿的就不想给了，好吧？那就没啥了。
我是个好人，我可能偏向于站边二。那你们再听一听吧。那个四号玩家说十二号玩家原地起跳，我觉得原地起跳是不大可能的吧，不如就爆掉了，好吧？听到没了，就这样吧，过了。六号选手请发言。发言角度上，我很难站边二，除非十二原地起跳，对吧？因为你说三投票给你，你要经验三的，我很难接受。而且我们井上其实站不站你边，如果你是预言家啊，站不站你边无所谓的，你先看三投票，对吧？第一点。第二，我们会听十二的发言，毕竟你是井上丢十二查杀的。我是在想，你会不会是怕被首验，所以你去在这个位置去悍跳的？我是有这层考虑的。我认为一像好人，一像好人，三也像好人。如果你是那四五里面有可能有匪徒，吃跳的话，我肯定就站边吃了，好吧，也不回头了，就别人拉也不回头了。后面有人拉什么东西，就派身份站边你，好吧，先井上先不派身份。没有你怕我是垫飞你的，对吧？就是井下会派身份站边你的。好，如果你跳啊，你不跳那就大家随便聊聊嘛，好吧？我是好人，过了。七号选手请发言。来了，那个我没认为我是好人，因为我不觉得你在井上不敢去站边，以自己的玩法，你说不知道，你说一四也没听出来是不是狼，二号玩家有可能偏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定是，我觉得以你的玩法，你不太能。是在井上不明确站边，哇！你对井下的三号玩家也没有什么定义，你唯一心目中在我眼中那么一点点的好的东西就是保了四号玩家，因为我觉得他上狼不会去攻击井下的牌，他就在井上那个演绎出喜剧就可以了，他也不用干。二眼十二，那表情我是有看到的，可是我说不出那种感觉，就是。我只能从语感上来说吧，就是我说不出他逻辑上有哪儿一定是预言家，哪儿一定不是预言家，那种逻辑语感上来说，我总听得有一点那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也没懂是为啥，反正我心中内心不是很想站边二号玩家，就是因为那点语感。然后你跟我觉得你很像鲁直四，因为你有点偏站二，我觉得你在井上要么就站边，要么就不站边，我觉得你不会说这种话。六号玩家我就想把他排掉，我觉得他是好人，因为他。这个狼人没必要把他的性命交给我，那万一我是狼人起跳了，让他一天白天出去，他不得全票打飞啊？井下只有一张牌，三号玩家，一号玩家，我这轮会井下好好的听听你哦。你井上给了一个四，对吧？给了个六，我给了个七，我自己是好人，且我不认为四号玩家是狼人。这一轮我不知道你太不太灵光，你还为二退水。听听后缀的发言吧，我没觉得二有多像，但我也不能说他一定不是。我觉得前缀有问题的是五号玩家，好吧，就这样吧，过了。八号选手请发言。你的打的位置是很像一个好人的，但是我就是没有觉得你一定是好人。那个你反正是狼，也是发得出像好人一样的言的，所以对于七号玩家我就再斟酌一下。我给的结论是，我觉得一号玩家还行，四号玩家可能还行，五号玩家偏向于一个匪徒，六号玩家我觉得还行，就是我觉得一四六可能不是很像狼，四如果是狼只能是后置起跳的那个匪配，因为四号玩家攻击井下的三号玩家站边二号玩家，无论三四是不是两个狼人，四号玩家就是要把三号玩家的票压到后置的起跳预言家的那张牌身上，所以二四是不能成立为两个匪徒的。因为我听二号玩家，我没有觉得二号玩家一定是预言家，你没有给我那种预言家的气息，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不一定是吧，但是我现在反正我听过嘛，我就给结论嘛，给对给错井下再说嘛。那个五号玩家是挺像狼的，所以我说七打了五，他的发言打的位置是还行的，但是他因为我们上一把也看到过七号玩家拿狼人的时候卖同卖也卖的挺狠的，所以我没有办法一定把你排掉。那个四号玩家我为什么觉得他是好人，就是一种 feeling 吧，虽然他那个想法好像跟我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就是感觉他是好人，我也不知道我感觉的对还是错，反正我是好人。其实我觉得三号玩家也挺像好人的，
因为，哎，我很难说这种东西，就是一种看的和听的结合吧，就是一种感觉，感觉对了错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先感觉过了，好吧。身份定义我都给了，理由我也给了，然后如果我听后置特别像，我就退水。九号选手请发言。那个，哎呦，唱了两句滑稽戏了，反正四个狼永远只能点中两个，另外两个永远点不对的。那个不是四号玩家是发言比较幽默搞笑风趣，好吧，所以我一直在那笑。他说三号玩家那个胡搞八爷街，那几个字出来，我想到哇，好人好人，就想把好人身份给掉。不是，我们分享一下，稍微分享一下那个开牌前的信息，好吧？反正我们自己都心知肚明的，开牌五号玩家开完牌以后，我是认为他是铁身份的，反正不太能是平民的。八号玩家也看到了吧？反正他们两个还对视在那边笑。所以你们上顶稍微聊一聊，然后我是觉得11号玩家摸到一张他不太想玩的牌，对吧？这个我也是看到了，然后这是我开牌前看的。上顶的时候呢，我听感啊，哦，我有句说一句，我是听感八像好人的，因为首先他那些字里行间里面的那些纠结跟犹豫不太像狼在对面坐坐，其次他去点评7号玩家，因为上把我井上保了个，就井上就听了八一个好人，然后井下然后听七听四都像好人，但是结果事实证明七号玩家是的确是个发言很过关的狼人，然后就全都被禁保掉了。所以我是觉得好人本能的反应就是七号玩家本人不管发什么样的言都会谨慎的去给他身份，所以我觉得八号玩家心态上也比较像好人，就这样子吧。至于站边不站边的话，我谨慎一点谨慎一点，好吧，谨慎一点，不想再唱滑稽戏了，这把稍微谨慎一点啊，听听后主会发言吧，我过了。十号选手请发言。八很像好人，八对七的点评很像很像好人。九号玩家不一定，再听听们。前两局你都是好人，我记得不是这种状态的，你很认真的。其实二的发言有点像了，但是我会听听后缀十一十二跟他对跳牌的发言对比。我觉得一是好人，四还行吧，我不太敢完全给。五号玩家像个画圈圈的狼。有什么不敢给身份的呀？听他是好人就保了，听井下听他是狼不保了呗，说一句就行了。我没觉得六是好人，所以七号玩家你的发言是有问题的。六号玩家说他觉得二号玩家不像预言家的点是因为他要经验井下的三，对，其实这种逻辑是合理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验三也不失为不妥，只是根据每个人的想法而定。但是你说你已经点出了二号玩家很不像很不像预言家的逻辑，对吧？但是如果十二起跳你就信二，这个是个面杀局，不是网杀局，他有可能成立是个狼给他抿的预言家发查杀，所以你听他发言不是预言家，那哪怕他也有可能给预言家砸中查杀的，你不能因为十二号玩家原地起跳了你就会觉得十二号玩家是狼，二就是预言家。你应该听独立发言。当七说六是好人，说六号玩家是狼，不太会把自己的命交给自己，所以你觉得六是好人，这种逻辑是不可能的。狼什么心态不敢打呀？所以我是觉得七是比六还像狼的。所以八号玩家，你对七的点评那些东西，有的东西我能接受，但是我觉得你不是狼。我甚至都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你保了七一个狼同伴，九号玩家说你是好人，我是这样想，你自己考虑。预言家我再听听，我觉得二有点像，但是我没觉得你一定是，因为我没找到你悍跳狼的痕迹，至少是这样。我听听发言吧，过了。十一号选手请发言。五十顺烟二查杀，我让你们听我的发言，而不是听十二的发言，先区分预言家，所以我是预言家，你们就听我的发言来判断站队边再说。我井上听的好人是八是好人，其次是一，一是他们告诉我的好人，且一在二发言的时候退水。我觉得二是狼，一是他狼队友不敢这样子做，就是自己的狼队友在发言，你的悍跳队友发言发得很差，他还敢为他退水。我觉得一的人设上比较猥琐，不太会去这样子冲，所以我觉得一不是。而且二对一的点评是你为我退水，我觉得你好人什么的，他
的视角就感觉是名字告诉我说一跟他不认识，后置位其他盲区位置告诉我一可能是个好人，所以我把一放掉。我觉得四不一定为难，我听四发言其实是不太舒服的，因为我没有听出很大的重点，但是四可能不是难的是因为他前置位有一个悍跳队友悍跳了，如果五这个位置他说五跳就站边五，如果五这个位置是难的话，他前面已经有一个原始起跳位的悍队友就是队友直接起跳，他再去跟五对这个话其实是没太大利益的。如果五是一个好人的话，他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五身上，他是可以吃眼的。如果他是个蓝，五是个好人给四发查杀，他就等于是打自己脸。所以我觉得四的心态上不太像。同理，因为六说他要把生命交给七，但是因为我听七可能为蓝，所以我没有把六完全保死。我前面觉得六像好人是因为他对前置位的他是直接不站边二的，他第一把是个好人是直接反水的，第二把他是个蓝，他的发言是非常隐蔽的。我觉得景象像蓝的位置，我想好验五的时候我就想要去在九十验一个，不要问我心路历程。我其实有犹豫一下要不要验二的，因为我是觉得我可能经过上一把可能可以听出他发言是不是蓝，但是因为我想验的是二八，八是我开牌之前只看了一张牌，我觉得他并不像蓝，那么二是我怕自己上一把太自信，觉得这一把可能会听对，万一听错了就很难受，所以我就把二验掉。我是有犹豫过，但是最终还是验了二的。我需要你们去听我发言，我不留三的原因是他是个蓝，二已经选择起来悍跳了，他就一定会冲，他是个好人，我要听完他的发言再看他的票型之后再去决定给三什么身份定义。十二号选手请发言。我是平民，那个幸好十一是预言家，我就换个人预言家都那啥，因为十一预言家我之前看过发言挺好的。我为什么那个接茬比较尴尬，因为我来之前我想过我那个悍跳该怎么发言，我预言家该怎么发言，我狼该怎么标水，但我从来没想过好人接茬该怎么发言，所以我当时有点那个不知道怎么说了。那个二号就讲一个人性流，他为什么不能是预言家，我那个悍跳发他金水，他是预言家验了我，假如说是金水他会思考我有没有可能相信的，因为我悍跳发了他金水，他是预言家验了我，他发我金水，我是很有可能会怀疑他，因为我已经对他有戒备心了，因为我已经骗过他一次，我是很会怀疑他是骗我的，所以说那个他那个位置就是他说这心理历程就是假的。我听的好人是一跟四啊，因为我觉得一号玩家你说的那个词儿，我觉得他是个不是很做作的人，是个很老实人。他说那个怀疑四号晚上什么那个有些画面什么的，我觉得说那个东西挺像一个好人思考量。然后四号我是听整体发现不是很像狼，所以井上的一跟四我是排掉了。我是觉得五是比较像狼的，所以说我认为狼是二和五。六七的发言其实说实话我听着也还可以。我拿牌的时候其实我就盯了一盘就是八，我就开始我是觉得八是狼。那后来我想他如果是狼的话，他其实他表情就特别开心，所以我觉得他是狼三分之一概率拿个狼，我觉得不至于那么开心，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身份吧。反正你要是那个好人，你就有点功能你就那个站边十一号玩家。我是平民，我听了二和五像两个狼，然后那个三号玩家我先不说你，因为我觉得九十里有狼，那个就这样吧，我觉得狼就二三五九十吧。我是那个好人，那个我如果点错了啥的你们也别介意，因为我那个我接茬其实发言也不太好，因为我真是没想过。三号玩家本来其实想你是挺像狼的，因为那个他们发言的时候你一直在吃水果，就像上把我拿狼是，而且那个上把你在井下那个已经投错了，但我觉得你这把如果你是好人你会上井，但是我也不说因为这个原因你一定是狼，我就希望你别再投二了，投二就重蹈覆辙，行吧，我过了。所有选手发言完毕，说话。退水自爆环节，二号狼人自爆。昨夜平安夜，天黑请闭眼。
四、三、二、一，天亮了，退水自爆环节。五、四、三、二、一，十一号自动当选为警长。昨夜十一号选手死亡，警长是否移交警徽？移交警徽，请给数字。五，警徽移交给五号，五号请将警灯点亮，请十一号选手退水离场。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死左或死右，请给号码。十号选手请发言。五号玩家，你不要因为我打了你，所以我是狼。因为我听你的发言时，你是没给明确身份的。没事，你可以听听一的发言，我觉得一像好人，他一定认得下我的。你是好人。哎呦天啊，我想想啊。其实七九发言的感觉，给我呈现的感觉是六可能是好人，但是我听六的发言真的是独立发言是很奇怪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逻辑。因为六说二号玩家不像预言家的那个点，是因为他敬业了三，但是这个点不足以把他打死，但是十二起跳他就觉得二是预言家。我很明确说了，这是面纱，有可能二号玩家命，十二是个预言家给他发查杀。所以二聊的不像预言家，他就不是预言家。但是七号玩家说六是好人的逻辑，是因为六号玩家把命交给他。我拉狼的时候，我叫后这位好人叫爸爸，我都干过。所以这种事儿不合理的，我跟你说，狼什么心态都可以赌。你没事，你来吧，你是金水，你来吧，我是好人。你不要投我。八不是狼。如果六真的成立是那个好人的话，七九是要开狼的，所以我会重点听听七九的发言。四我听着不太像狼，但是我不敢劲爆。十二的发言我觉得还行，不太像狼叉上狼，还行，应该不会吧？我觉得三我也不会爆的，我不会因为二号玩家自爆了我就说三是好人，因为有可能十一十二的发言确实太好了，他也不会暴露三的票型。我也不太会明卦象，所以我重点听三的反应。就这样吧，来吧，打我吧，十四郎过来。九号选手请发言。那个我想一下，他井上我记得他点的是二三五七九五进四，五号玩家接完警徽了，那你就接着打二三七九十四个狼呗。为什么一下子开始犹豫了啦？而且你井上是篡改发言的吧，就大概是大逆不道了呀。他说八去保了七，八什么时候保过七了？八是点了七，他说这反正七号玩家拿个狼也会什么也会怎么样，他反正他发言又没办法去进保，也没听出来一定是好人。这个发言叫八去保了七啊，他说因为八去保了七，所以九号玩家认为八号玩家是好人，所以七九有可能什么什么什么，是八有可能保了个狼头犯，所以九去保了八，就全都是在歪歪。反正我就是送你四个字，大逆不道，好吧？不是你们不是为什么发言发了不过关？打错你们也不关我事情，所以我就把你投了，好吧，就这样子吧，我投十过了。八号选手请发言。我是女巫，三是饮水。那个十二号玩家我就放下了，四号玩家我可能先放下了，那个一号玩家我记得他井上是点了我的饮水，所以我没有，就是现在哦，因为二号玩家自爆了，我没有，就是我会合理的去考虑你是不是有可能我保错，因为九十只能开一个狼人，十二号玩家是反金，三号玩家是银手，不觉得他在这个板子里面有必要自刀，所以那个三号玩家、四号玩家的位置排了，十二号玩家的位置排了，九十开一个狼，一号玩家如果放了的话，六号玩家是金水，六七就是两个狼人。六七就是两个狼人，就是出一赌一的关系，所以那个我今天不是很想在九十里面做分辨，我会在六七里面做分辨，我会投我觉得是狼的那个，所以一号玩家没有办法把你完全放下来，是因为六七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六七是不是两个狼人哦，反正是这样子的，因为
我井上是觉得六号玩家偏向于好人的，五号玩家偏向于匪徒的。那么事实证明五号玩家验出来是金水，所以我会再次斟酌我对六七的定义。我井上也没有听出来七号玩家很像好人，所以你可能成立我的毒口。反正我希望如果你有能力归在九十里面归票，你就在九十里面动票。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的，你就自己再看一看吧。我反正我保的位置是三四十二，我觉得这几个位置就先放下吧，好吧。反正如果我错了的话，我在这三张牌里面去动票的话，就说明反正我动票的人就是我要读的人，好吧。就这样子吧，我过了。七号选手请发言。后者有女巫，我觉得你就是悍跳女巫。没有人怀疑过你，没人觉得你是匪徒，你跳女巫出来发散饮水干啥？我是没太懂的。九十分辨不了，在后座位去摇到身份，说后座位七号玩家没觉得你形象是好人。那玩游戏，现在已知二十悍跳不了。那我是狼在井上干啥呀？我说我不知道二号玩家，我说不出哪一点，但我觉得他那总是有那种语感刺刺的，让我觉得不像。十号玩家是跟着你来打我的，说觉得八号玩家发言发得很好，因为七号玩家是狼人也能发这样的言。我是狼人，这么操作在井上干什么？你先告诉我，我上一波是有用的呀，像那个什么怪盗狼王去喝毒，那我这波有什么用啊？是我没太听懂八十的发言。你是女巫，三是饮水。十号玩家跟一号玩家对话说：“我是好人，你扔下我吧。”一号玩家跟十号玩家对话说：“我是好人，你扔下我吧。”他们两个像不像共生门的底牌啊？如果你们听出一个好人，是不是外置位就可以把匪坑摘出来？阵营中就是九号玩家、六号玩家。然后三号玩家是你是五是井水，四号玩家是不是就是可以直接摘出？所以我很怀疑你是不是女巫，你也三爆饮水。你说七号玩家你有可能要毒掉，因为井上没听出我一定是好人。就这个世道是站对了边的。井上我觉得五是匪徒，你觉得五是匪徒，你觉得我们两个都觉得疑似匪徒的人觉得我是匪徒。十号玩家是我认为井上玩家在陈迪威最像狼人派的人。你说八号玩家说的对，因为七号玩家我也给不出他，就是觉得七号玩家跟九号玩家那边要出狼。那现在你觉得七九谁像狼一点啊？九号玩家现在要你死，所以我没太听懂八跟十号玩家的发言。后缀如果有女巫，我不太认为八号玩家是女巫，因为你是女巫，我觉得四号玩家没那么简单。爆了一个狼人没有选择双爆，狼为啥不选择双爆？我是攻击过五号玩家，我是第一个起身攻击五号，你自己是攻击五号玩家的，是不是第一天就是有可能是咱们俩先走啊？如果我们咱俩没身份。为啥你是女巫思考量会这么简单啊？当时五拿警后我都觉得没觉得你有多像匪徒，哪怕你第一个点我就得听听六，因为我说六号玩家是好人，十说他觉得六是匪徒，没觉得六是好人，但觉得七号玩家是匪徒，我一句话我都没听懂。我觉得十一定是匪徒，会，但是我觉得十是把你卖出来的人，我警上没觉得你是匪徒，他说我把你保错了，就这么。五号玩家拿了警徽，总归不可能，因为十二是反向金，一三四都是在后座位的牌，对吧？十二也能定票，你也能票，你能够听过所有人的发言，所有人的发言在定票，无论十是发言最奇怪的牌，好吧，过了。六号选手请发言。十呢是偷换了概念的，对吧？我说了，二如果查杀了十二，包括验三的逻辑，我觉得二不像。我还说了一点，我说二张牌怕验，他很容易吃手验。是不是证实了二吃手验？我把狼人悍跳的心路历程都说出来了，你们前置这么多牌还要打我，问我要身份，我不知道。我认为八是女巫，逻辑是他井上大面积的保人，他保了一四六，他觉得一四六不开匪徒，他打的五。七号玩家呢也篡改了发言，五不是你第一个打的，是我第一个打的，我打的是四五，因为我说一不大像，二我不知道，三在井下不像狼人，所以我觉得四五里面要缠匪徒。是我第一个打的，六问我，这是面杀不是网杀，我知道我在玩面杀，十号玩家，十号玩家，我是在玩面杀，我回答你一下，你问了我，那我想问你一下，我有可能你回答不了我，那一张狼人井上在十一张牌，发现准确的查杀到预言家，这张狼人该不该赢？你可以等会回答我，你说不该还是不该？我觉得九十一定缠匪徒，八号玩家你可以打六七出一毒一没有问题，但四不能一定进宝。一都现在放不下，因为十二是反金，我也认为不是狼查杀狼，我觉得二没有必要做十二身份，二没有必要，他就是想问十二要身份，
十二的身份其实狼已经找到你了，因为你警上挑了平民，好吧？你听听饮水的意见，哎，你觉得三不是自刀？你听听饮水意见，听听三意见，好吧？听听三意见，我觉得九十一定要开匪徒。七现在说六十是把六卖出来了，那你就先投十二来，你要投十你投十二来，那你去投十，好吧？我只是给八良性的建议，不要赌我，好不好？不要赌我。好吧，当然拉不住没办法，好吧，你一定要赌我，那你就赌我，好吧，其他没什么了，不是饮水还在后面了，我认为不是狼缠上了啊，这板子一定不能是狼缠上了，一我觉得一四现在都放不下了，因为七八九可能开少量匪徒，如果七八七九十开少量匪徒，如果七九十开一个，一四我怕是两个，因为这个坑其实很紧，因为五十金水，十二我也放下了，三十个饮水，八十个女巫，七你的逻辑就很那个啥，你说后面有人跳女巫。什么就八那个八至少是顶着五张金水跳的女巫吧，五假装自己不是女巫发过去，最后五出龟八你投不投吧，对吧？三十秒，好吧，三十秒，三十秒给你五考虑考虑吧，好吧，我底牌是好人，我觉得九十一定有匪徒，是不是两个我吃不准，但七今天攻击了六十我不知道，不是说插不插队，这逻辑我已经说了二，为什么悍跳的行路历程都说出来了，还能攻击我六？还要问我六要身份，前置你知道有匪徒还要拉后置 PK， 这板子是有血月的，你跳了女巫，你真的能投出血月吗？好吗？发言时间到，五号选手请发言。今天打了三场空空说不开心，我觉得我更不开心。第一把很坚决，让你们说我是狼；第二把跳身份定票，你们不跟我手投；第三把我不敢那么打了，我说我犹豫一下吧，你们还说我是狼。很难从打我的所有牌里找出好人吗？那我就坚决一点，我订的票就不要动，今天我就归九，七号玩家交给你八号玩家去管理，猎魔人就订错六，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不盘饮水自刀，不盘狼穿杀狼，我认为位置就是二六七九，我认为一是好人，四是好人，这是我井上的发言，我说二有可能是预言家，但是一四两张牌我听不出狼面，我觉得一四可能都是好人，八号玩家是我井上听的好人，具体哪一句话我忘了，所以八跳女巫三就是饮水，三是饮水，我这个轮次一定不盘自刀，我也不盘狼叉叉狼，二给十二发查杀是狼叉狼做板子，所以外置位一四十八四张牌我排掉了，狼坑位置就是六七九，无论你们再怎么打再怎么互搞，外置位的好人我认下，你们就是狼，好吧，是你们打我在先，我井上告诉你的全部都是模棱两可的，你说五号玩家不能这么玩，我打的位置你们也说我是了，不打位置你们也说我是了，如果你们当中铲了好人，我认为你们就去盘狼叉狼，你们也不盘，你们就去盘饮水自刀，你们也去盘，好吧，我定票归九，女巫去看管七，有猎魔人就去戳六，六活着六是铁好人，如果出现其他的问题我就不再负责，比如说你猎魔人没有事把五号玩家戳了自己想死，那我没办法，好吧，那就你自己去管理你自己，票我归九，毒八去看管七，你要认为你饮水自刀或者狼查狼，你就在三十一里看，三十二里看，因为二给十二发查杀的时候十二的表情反馈是我觉得我不太能认可的，所以我没有完全能排掉狼查杀狼，但是毕竟他不是这个轮次，好吧，一号玩家四号玩家发言是我井上觉得的是好人，你们井上也觉得一四是好人，觉得五是狼的，现在我是金水了，为什么一四就是狼人呢？逻辑转变在哪？你们没告诉我，好吧，你们说九十又有狼，我认为九十里面狼是九号玩家而不是十号玩家，最后对话九号玩家一句，我身份是平民，过了。四号选手请发言。我是一个好人，既然真的，我觉得今天出九可以，但是女巫去管理十，然后呢猎魔人去扎六，对吧？这是最稳的方法。就是如果是说三是真饮水，我井上打错的，十二是反金，一是听宝的牌，我底牌是好人，那狼坑就开在六七九十，没了呀，六七九十四进三，不是最简单的吗？猎魔人活的，女巫有毒。出一个读一个猎魔人列一个剩下一个明天推。好人怎么输呀、啊、拿头输呀、啊。我是真怕你三号玩家懂吗？
我这真觉得你有可能是狼人的，就另外人就跳出来吧，然后呢也不用分票，我说今天投九一点毛病都没有，就九十都不要了，就他俩谁是好人跟咱们没关系，咱们你不是十二认下来三认下来了我是好人，你们觉得一是好人，那四张好人，五是金水，然后呢八是女巫，完事了呀，怎么输呀，后置位也不要改五的发言了，也不要去捞九，今天就把九捞了好吧。九号狼人自爆翻牌为血月使徒，今夜所有神职技能封印，天黑请闭眼。昨夜八号选手死亡，请八号选手离场。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死左或死右，请给号码。七号选手，请发言。我劝你改一改自己的狼坑，我可以出在白天，但我不吃猎。我的底牌是好人，我就跟你讲。十我依然没把它放下来，哪怕九是狼。八，我刚才跟八有过对话，为啥？我跟他说，做好事情的人为啥要先走？这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你说六号玩家、七号玩家、那个二号玩家还有九号玩家是四个狼人。讲道理啊，我也不想用那种，就是我是一个很有战术素养的人，我就不可能让你拿到警徽，因为很多人怀疑你是匪徒。他没拿出警徽，你很有可能是一个扛推位，没必要把你留在场上。我的底牌是好人，我这轮我上一轮的三号玩家跟一号玩家，三号玩家是现在接了饮水的牌，一号玩家的发言我也没有听过。现在我外置位的位置就很挤，一号玩家、四号玩家、六号玩家、十号玩家是未知身份，因为你是接了金水的，十二号玩家是接了反向金的，三号玩家是接了饮水的。我的底牌是好人，我建议你从他们里面去动票。我不想吃推，也不想吃猎，我的底牌是好人。是跟一对话，六说投十就投十，哎，我觉得就是一十两个，我真觉得是他两个。十围上人就说九号玩家说十号玩家，那我可能就投投你吧，但他也没有很硬性的要求他去出局，他就说那就投投你吧。八号玩家不敢做分辨，当时我就真不认为他是女的。我底牌是平民啊，我觉得可能是一时，发自内心的跟你讲，我认为可能是一时，好吧，过了。六号选手请发言。我昨天听完四发言，我认为四爆水了。我警上是没有这个能力，没有五号玩家优秀听出你是好人。我昨天我听出不是因为你定投九，而是你投完九之后你还要锤这个三，是狼人就没有必要，而且九是血月，这是逻辑吧？女巫说。六七出一读一，他投的那个是他读的那个，没有错吧？我说九十一定有匪徒，我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两个，一定在九十里面投，而且九十没有跳身份。五是金水，十二是反向金，三是银水，没听过翻译机 ，OK， 先不盘。九十是不是没有跳身份？他们有身份，他们自己会跳的呀。哦，我什么什么，我什么什么，排一个位置。他还要在八号还要在压榨六七里面。七起身说，觉得八第一层逻辑可能不是女巫。
第二层逻辑，他说十是个定匪，所以六是个匪徒，那九是什么呢？那你今天说一是两个，那你去帮五表水和我没关系，你平民啊，我不一定是平民的，好吧，我不一定是平民的，我昨天才听完四表水，那一就不能放，在我这个位置，我们俩换位思考，六七两张牌换位思考，我认为就出一毒一列一啊，没有毒了对吧？出一列一，退一步就结束了嘛。一十有身份就跳，十是跳不起身份，一有身份就跳，游戏不就结束，就七十两个没了，对吧？就很简单，因为四昨天我听你是报水了，四首先攻击了九，说那就定头九 ，OK， 可以是狼人发的眼，再去锤三，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了，真的没有必要了，而且九在那个位置是扣牌的，我认为一定不是狼叉杀狼。我认为一定不是狼叉杀狼，自不自刀我不知道，三又没有发过言到现在，对吧？大家都盘八说三不能自刀，不可能自刀什么的，八说三一定是饮水，一定是好人们不要盘，那我也不盘，那我认为就七一定是七，你一定是了，好吧兄弟，你昨天打六十是两个，今天你打一十是两个，好吧，反正我无能为力，我接受啊、你说你不接受吃裂，不接受吃那个推，我接受吃裂，好吧，我接受吃裂。吃推勉强可以接受，勉强再让我发一圈言也可以，就我选择的是遗言再发一圈言，还是明天坐着变成一个金水，好吧，我有选择权，兄弟你可能没有选择权，好吧，其实没什么了，我听吃井上其实像好人啊，十又攻击了七，其实十就很难，井上十是攻击七了，十是攻击了六，攻击了七，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九锤十不是真锤，九锤十是就轻轻的撸了一下，他说哦，那你今天就定投你十我认为井上的发言是爆水的，有点爆水的。他教我 他跟我讲这个是面纱，这个是面纱，蛮急的对吧，我知道这个是面纱，再回答你一遍好吧，你再回答我一下，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如果二是个狼人，十二是个预言家，这个局狼该不该赢对吧，你要先回答我该不该赢。好人一定大面积站错边。二井上十张牌点杀十二，十二这个发言肯定变不过二，对不对，我们讲实话，十二如果是预言家一定变不过二。那怎么办呢？你叫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发言先到五号选手请发言。我上轮的发言是让女巫在七里面，就是女巫选择读不读七，猎魔人去戳六，所以七号玩家你的视角里我起码对了一张，你是好人就一定要打六，不然血月使徒为什么要自爆，如果你俩都是好人，女巫会读错人，猎魔人会把自己戳死，所以你就不能攻击到一十，十号玩家的身份我不用听，我用看，所以我觉得十号玩家是好人。六七里面如果让六七里面如果一定要让我找一张定匪，我认为是六而不是你七，所以我今天把票归到六号玩家头上。你说你有身份让狼人去猜，在这个轮次我们警推一定是领先的，猎魔人还有技能，所以你有身份你就一定跳出来，好吧？你说你可以去吃戳，勉强能吃推，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人很难发出的言论，因为你去吃戳，吃戳猎魔人就一定死，啊，你去吃推可能能保猎魔人活命，所以你这种发言就不太像好人，好吧？如果七号玩家你是好人，我是建议你去三十二里找那一张身份高的狼，如果三十二里有猎魔人起跳，你们就去把七号玩家戳了。你死了我就把另外一张推掉，如果七号玩家没死，如果七号玩家被戳死了，游戏结束，六七两个，如果七号玩家没被戳死，三号玩家比如是猎魔人他死了，七是金水，我明天就把十二推了，好吧，其他就没什么了。我会归六，当然不排除后置位如果有撩爆的牌，我可能在摸置位归票的时候会改，好吧，过了。四号选手请发言。我是一个好人，我觉得随便打一打就好了，就跟着你走好吧，等你死了的时候我再去打十，因为我从来没觉得十是好人，好吧，我从头到尾都没觉得十是好人。如果初六读七游戏结束 ，game over， say goodbye， 好吧？如果没有，我还是会去打十，因为十号玩家我是全程没有放下过你的，三号玩家我也没放下你。为什么？你不觉得九号玩家自爆点特别奇怪吗？我说九号玩家
我说你说的对，今天出九读十，对吧？然后九号玩家，我还没等，我刚要过麦，九号玩家自爆了，他不让三发言，他不想听一听，他不想听一听再自爆吗？他连三发言、一发言、十二发言他都不听的了，你自己再好好想一想吧。反正我就是，我希望如果是说你没了的时候，我对他可以稍微点亮一下，好呗。这样就没啥了。祝大家能活到死，好呗。天天快乐，永葆青春。过。三号选手请发言。就六七里面，我跟你的意见不是很一样。我觉得六像好人，我觉得七像狼。但你去参考一下这个意见啊，因为六如果是一张狼人牌的话，我认为他不会说出来，让猎魔人去做他不想处在白天这种发言，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井上面到现在预选发言，井上面如果要投票的话，我会投给这个十一。十二如果是狼叉三狼，我认为十二只能是个血月。十二只能是个学院，这样去打这样子的板子。因为回顾到第一天井上发言，六说七起跳，我会去站边，这张七有可能。这是六原生态发言，七起来保了一手六。那六七的身份，你认为谁高谁低呢？我认为七的身份是低于这张六的。十，我觉得就你是好人，状态蛮明显的。我认为你这一轮像一个好人，所有人都把一放了。所有人都把一放了，你我是给你的建议是一四你自己去听一下，你去分辨一下。十二号我不大想盘他狼叉杀狼，因为十二号那个表情，你们说到十二号的表情，恰恰是他的表情，我认为他有可能底牌为一张好人牌。他是个狼，他已经露出这样子的表情被查下来，他这样子，所有人在场除开十二十一位玩家都看着他，是一张狼会需要这样的表情吗？我认为不需要啊。甚至于当时我觉得十二号哪怕在那个位置啊，这只是一个假设，哪怕十二号原地起跳的话，我都会去听一听的。虽然说你在顶上面你攻击我这张三号牌啊，因为狼叉上狼的收益是不是在于去做高二的身份，是做高十二号牌的身份，所以我认为十二大概率不能是狼叉上狼。我是觉得七九前面像两张狼人牌的，前面一拳停下来，六前面一拳的发言我没有完全的去认下，但我认为这游戏，因为我底牌是个饮水，我是个好人，我觉得六不真的不是非常像狼，真的不是非常像狼。你一号玩家你再听一下吧，我觉得七是一个狼，最后一狼开在一四里面，六在这个位置你要去保四，因为一我底牌是个村民，并非平民。一号玩家，十二号玩家，听一吧，听一的发言。就我是觉得五号说的对，就是轮次领先，所有人跳身份，就唯一一点做的不是很好的，我觉得就是这一点。但打了两盘下来，我觉得六狼人牌、好人牌发言，其实我觉得我是能够听出一点吧。我想把六先暂放。发言时间到，一号选手请发言。我会投七啊，七号玩家上一轮发言是八号玩家后面有牛跳起来，我就把八号投了，然后他打的是八十，然后那个他认为十号玩家已经匪徒，然后他不打一号玩家的上一轮，对吧？记得吧？然后现在起来说一十是两个匪徒，为什么？一号玩家研发过吗？七号玩家，今天就请你出局，因为你自己底牌是个村民，五和十二都跳过村民了。那现在饮水还是村民，后置位你打的牌里面是不是一定有身份呢？你村民底牌凭什么打身份啊？就这样吧，好吧，那就请你出局，七号玩家啊，这是道理啊。你可能袭了疑似警察，哎，我可能是个警察，是吧？你打八号玩家，打疑似警察，打没就没跳过身份，因为外置位村民牌都排干净了，你打的牌里面是一定带身份的，所以你袭警了。而且你井上的发言是，你认为我打你我是好人，我没听懂，真没听懂，好吧，
我觉得五号玩家应该归的对，不过因为六号玩家发言其实也挺奇怪，他二九是两个明的狼对吧，二九是两个明的，他认为七是一个狼，七九是两个狼，他把四号玩家保了，三还是那个饮水，十二还是个反将军，六号玩家狼坑也没了对吧，六号玩家狼坑也没怎么的了，很奇怪啊，就所以要不出六列七，我觉得比较稳妥一点，随便你，你看你最后末追归票，你归哪个，那个猎魔人就练另外一个呗，对吧？是这个道理啊。所以那个，这猎魔人不是肯定在吗？八十个女巫出去的，还有白痴也在，所以不用担心啊，好吧？就这样吧，我过了。十二号选手请发言。我认为六七做不了两个狼，六号井上发言，他说他不信二是冤家，他说如果七起跳就信，我觉得二六七就不太像三个狼的发言，我是很难接受六是好人，他说我不能被推，我可以被戳，我觉得这好人发出这种言，你是好人你可以被戳，那个猎魔人戳你，猎魔人自杀了，狼今晚就杀白痴，狼就直接赢了，所以我觉得好人是不可能发出这种言的，你是好人就像七说的，我可以被推但我不能被戳，而不是我说我可以被戳但我不能被推，所以我觉得你那句话特别像狼。把九字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一是保错的，因为那个九号玩家他是血月嘛，他是狼的肯定会工作，他找到八是女巫了，八那位置是女巫，五号玩家发完言剩下还有三个一没发言，我警上发言就只能是平民，那他要听的假如说三个一都是好人，他是不是要听完三个一的发言再自报啊，他找身份，因为当时他已经找到女巫，另一门和白痴都没有找到，为什么他三个一的发言都不听，他要直接自报啊，所以我当时怀疑有没有可能一是狼。一号今天说初七戳六，我是不太理，因为我认为六七不能是两个，所以他这种打法什么初七戳六啥的我就没觉得他是好人，我会投六的，那个就这样吧，我觉得一反正你明天交身份吧，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没有交身份，那个你有可能是身份，但你没身份我觉得你大力就是狼，因为我当时听完九跟十的发言里对比，我也觉得是九比十更像狼，然后那个七号唯一发言不好的点，我井上觉得七是好人，那他昨天唯一发言不好点，他质疑八是不是女巫，因为八那位跳女巫其实排一个那个井上四郎的结构，他报三阴水我觉得跳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时七是质疑那个八为什么要跳女巫，但我今天听七发言我觉得七是比较像好人的，而且六号我觉得第二天井下发言是比较像狼，是因为当时是七号说他认为十是狼，他说因为十是狼所以说十很有可能卖六，六跟十两个，但是六号当时的视角是没有进七，他的视角进的是九跟十，所以我就当时觉得六的视角也是有问题，反正我是不认为好人会说我可以被戳，尤其这个轮次其实另一个人戳错了，狼很有可能赢，我们今天推的是狼，另一个人戳错了狼也会赢，所以我觉得好人不会说自己会被戳，就这样过了。十号选手请发言。我拉狼玩的真的差，我拉好人被你们秒听。我觉得就是六七两个五号玩家，七发言不能是好人，怎么可能是一十是两个狼，你觉得九十是不是两个狼嘛？他是血月使徒，我打他打成这样啊，对吧，我都觉得我井上保的是八，我说八像好人，我说有可能八号玩家，虽然八号玩家明确是没有保七，但是他心里边是觉得七是好人的，只是我说出来的东西，我表达的意思是说八保了七，这种东西无所谓嘛，一句话而已，所以我就觉得八号玩家有可能说七是好人，九在保吧。当昨天七号玩家锤八的时候，我都甚至在想，有没有可能九号玩家是个血月使徒？结果真的是，因为你说要投那个位置，好像是要投九的嘛，我记得是吧？你应该说哦，对对，你说要投九的，对。我觉得就六七两个，没事啊。如果出了不结束，那明天跟四才艺表演啊，不怕的呀。你出题嘛，我不怕的呀。真的呀，但是你一定要把题先出了呀，我好想一不是三也不太像，但十二是那个狼叉叉狼狼狼的那个牌，我是一定会盘的，我是想赢，你说他狼叉叉狼的不盘，但是我听他不像，我觉得就是六七俩，有没有可能有容错啊，四号人家还在锤我，随你去吧，你说投谁我投谁，过了。所有选手发言完毕，请所有选手戴盔，请警长归票，警长归票六号，所有选手请开始投票，五四三二一，停止投票，一号投给七号，三号投给七号，四号投给六号，五号投给六号，六号投给十号，七号投给六号。
十号投给六号，十二号投给六号。投票结果，六号出局，请发表遗言。首先啊，十号是篡改了发言的。七号玩家的发言是他不接受出局，不接受辞退。你说的是他接受出局，不接受辞退。第二点，我没有去保死，是五保了死，是五保了死。再重复一遍，我是顺着我很仔细的听四发言，我觉得四不大像，逻辑已经告诉你们了。第三点，五安排的工作说出九读七戳六，他不知道我是好人，我知道你是好人，那我要告诉你，我接受吃戳，我接受，我反而不是你，不是你安排的吗？兄弟，你叫猎魔人来戳我的，你是金水，你叫猎魔人戳我，是不是猎魔人一定会戳我呢？我说哦，那我接受，那我说出七。那我觉得十最后就聊爆，他说六七是两个，六七是两个，那我不定票，你们说要去出去，你们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反正投十，对吧？我觉得杀狼查杀狼啊，杀这个发言，篡改七发言，打我定我票，一打七，那你们落呀，反正我跟你五说投错了，是投错了，那何必挣扎呢？我六七两狼，我出局，他吃错，不就结束了吗？明天不就结束了吗？好吧，我不知道，我觉得三是好人。我觉得不大像狼查杀狼，但是十二的发言真的太吓人了，兄弟，好吧，你这个篡改发言篡改的太厉害了，好吧，我是好人，过了。遗言完毕，请六号选手离场。天黑，请闭眼。死亡不分先后，三号、七号，请死亡选手离场。请经常组织发言顺序，请左或请右，请给号码。十号选手，请发言。我不是狼啊，我好像，你别偷我，我真的不是狼。我谁是这个狼啊？啊，其实昨天就该跳身份的，昨天就该跳身份的。多森，这森是有可能是个身份的，有点像。七是狼吗？三是昨天说出七是狼的，你是说六七是俩是吧？我忘了，你看我这记性。空空是不是？你是不是狼？我知道了，这个人也是面无表情的，但是我是觉得一真的不太像的，一是真的不太像的。你自己来吧。我是平民，我把身份交了，因为狼的视角我也是平民。哎呀，会不会是四啊？四还给我赌心态，四号玩家还说是我，因为你们正常好人听完发言之后，我跟九是一定不见面的呀。七现在已知是狼吧？我井上点的是七九是两个狼，我都说有没有可能七九是两个狼，六是那个好人，因为七九所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六是好人，但是我听完一圈发言，我真的找不到剩下这个狼了，我只能打六七，说明我点的是对的，
只是我被你们当中那个狼给干扰了。我觉得一不是，我觉得一不是，只能是四和十二。二给十二发查杀，我感觉反馈也不太像，有可能是四。那还得真表演一下，就这样的，过了。二号选手请发言。我就表一下水吧，那个我是好人啊，就是那个二号玩家发我查查，做我身份没必要，就啥都没必要，就要不就我还挑发他查我自爆，他发我查查做他那个自爆做我身份就没啥意思。然后那个我警上我说那个八号玩家你拿牌一定是神，说你发现带身份你不可能是狼你就一定是神，我说那个你如果有功能你就站边我们，那个我跟他俩是狼就再自爆一个就把他给杀了，因为我已经找到他了。然后那个三跟七双死，我是真不能接受六是好人啊，他是好人他为什么说自己可以被戳呢，我就没觉得他能是好人，但是三跟七双死狼也不可能刀的七，狼就只能刀的三，所以说那个七是被劣死，那七是狼，如果七是被劣死，七是狼一头七一就排了，然后那个我是好人，然后那个就四跟十一出就一个，如果那个七是被刀的，三是那个猎魔人把自己撞死了，然后六是狼的话那就只剩一了，就这样吧，我是好人，因为我没太明白这个格式，应该是骑士狼吧，但是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六是好人会那么发言，反正我是好人，我是那个好人命也是命，我是不会那么说，反正那个我懵了，再听一听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十不是狼，我当时我昨天盘的狼是一和六是两个，然后这个三七双死我格式逻辑可能有点错了，然后再听你们发言吧，我觉得我就这表水表到这儿了，反正我也不是狼，你们也不用盘什么狼叉二狼啥的，我过了。一号选手请发言。哎，六号玩家的狼坑盘不齐，就是因为他把四给保了。十号玩家，我认为一定是好人。十二号玩家好人面试告诉你六七里面不为两个，对吧？但是昨天你们好像都投错了，就我和三号玩家是投对的。那十二号玩家其实可以排，我认为十号是好人，所以就四号玩家一个狼。我井上就点四七是狼人。记得吧，所以这四号玩家你来吧，好吧，你也知道我是啥了，我只能是那个了，好吧，我是猎魔人，我猎了七，我只能是那个了呀，因为没有其他身份了呀，你们都是平民，就一个狼，怎么办呢？好吧，那就出四吧，过了。四号选手请发言。你是猎魔人跟我身份又不冲突，我白痴。就十十二上个，就十十二上个 PK， 你正常情况下的时候，你反推类的逻辑，我正常应该盘，头七是最稳的，头七列六是猎魔人死的，听得懂吗？十十二，我就说你不要瞎保人吧，我是不是告诉你不要瞎保人？我不是白痴，我还用给你表水吧？我是点爆九的，九号玩家是我点爆的。五号玩家说定规九，我说九号玩家今天必须出局，今天出九读十，九号玩家自爆了。你十十二分不清，让他俩 PK 一轮，或者是你来投，或者是咱仨一起投，听得懂吗？十十二奶的，我是一直没放下十的，我就老觉得十是狼，十是狼，十是狼。你就告诉我十状态就一定是好人，就一定是好人。上次你也是的，我说二是狼，我说二是狼，你就告诉我啊，二不是，二不是。我也是真的是有点难受，好吧。我是偏向于出十的，我是偏向于出十的，你自己看，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拉十十二 PK。剩下的没啥了吧，你自己看吧，好吧，你来，实在不行让十十二 PK 一轮，好吧，我过了。五号选手请发言。现在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十十二里不产狼，你们起了换掉身份，三是那个身份走的，如果七是个好人持刀的，三是个猎魔人撞死了，他就是个狼，如果三是个白痴刀走的，那你就是个狼。
对吧？总归是最后一推了。我是听十真的不像，甚至我上轮说了，那初级结束我都跟你说了，十号玩家发言我都不用听，他开牌我一看我就知道，所以这是我三轮都把十的身份给定了，十二的发言我是没认可得了的，因为六七两张牌。其实一号玩家你有可能不是猎魔人的点，是因为你说六七是一定是两个狼，七的狼面更大，你就一定投六去猎七，这样保证你能活，是吧？一号不要反馈啊，但我是白痴，投四过。所有选手发言完毕，请所有选手戴盔，请戴盔，请警长归票，警长归票四号，所有选手请开始投票，五四三二一，停止投票。一号投给四号，四号投给五号，五号投给四号，十号投给四号，十二号投给四号。投票结果：四号出局，游戏结束，好人阵营获胜。本局游戏版型为雪月猎魔人，其中狼人阵营为二号、四号、七号，雪月使徒为九号，预言家为十一号，女巫为八号，猎魔人为一号，白痴神为五号。平民阵营为三号、六号、十号、十二号，守夜狼人落刀三号，女巫开解药形成平安夜，预言家查验二号为狼人。第一天上井环节，二号狼人自爆。第二夜，狼人落刀十一号，女巫没有操作，预言家查验五号为好人。退水自爆环节，十一号当选为警长，十一号将警徽移交给五号。九号雪月使徒自爆。第三夜，狼人落刀八号。放逐投票环节，六号被公投出局。第四页，狼人落刀三号，猎魔人狩猎七号。放逐投票环节，四号被公投出局。游戏结束，好人阵营获胜。恭喜第三盘好人阵营又获得胜利啊！今天赢两盘，对，还是不错的好人。我觉得好像其实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四个狼队阵营的时候，其实狼队还是蛮厉害的，对，我们其实个人认为还是蛮强的，但是没想到，说明好人更强，好人更强，对，没有，其实很多的好人发言其实都让很多人都认出来了。应该来说是战术有。你看一的发言。十的发言，十二的发言，这几个坑一被排掉，其实狼生存空间就很小，他们唯一能扛对就只有一个六了，其他外就八还跳了个身份，是个女巫，任何身份位置都没有什么好定义的了，而且十一是个预言家，对吧？其实这盘狼也没办法，现在也没办法，生存空间太不错，开头很不错，对，开头还是很不错，生存空间太小了，单爆不如等一轮警徽投一下试试，单爆不如第三投一次试试，投对了还是自爆。对，结果是一样的。对，也是一样。他万一投错了，该自爆还是自爆，警徽都没有。三号还不第一。对对。就不管三号投对投错，我们现在未知，对吧？对，你既然选择单爆，那就不如试一下，因为他有可能错啊。对。对吧？对了，还不结果是一样的吗？要么双爆，要么就。而且三号不能当，三号是个扛对位，狼人当爆，有可能女巫就是要把阴水爆出来，就把阴水活到最后，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其实他们场上有一个逻辑盘的是狼查杀狼的逻辑，就像十二号玩他自己发言说了，要狼查狼也是我查杀二号玩，让他保。发言，因为他虽然毕竟比我好嘛，不可能他来给我做身份。其实这个逻辑，我觉得是，我如果是从他嘴里发出来，我觉得是一个高级逻辑。对，人性流。人单爆最像狼的是饮水。对对对对，不想找女巫。对对是的。不在乎女巫是。就是保证一定当不到女巫。对。来，我们先投一个好人的 MVP 吧。来，三二一，投对了。狼人猎杀了狼人，对吗？对，没有错。非常不错。对，最后又投死了，反正是两条人命嘛。但是有一个行为扣分项啊，对自己也知道回馈了是吧、嗯？然后投一个尽力，狼队尽力，来三二一，敢投金水的，敢投金色，对对对，敢投只有他了，这也没办法。其实参照狼人自造自爆，七号表现也很不错，但是我和文字老师在说，如果七号被投死，反而是好的。对对对对对。其实对于狼人来说，七被投死，猎六是效果好的。对对对，是的，对吧？如果一猎六的话。对，效果是最好的。对，嗯，哦，如果他们两个对跳猎魔人，不是对跳猎魔人也是一。七如果被投死的，一要去不是，我在想他最后他如果不太把他跳个猎魔人，还有那么一机会一拼啊。
机会可能比较对啊，渺茫观渺茫，但总比往头号往跳他的身份好一点吧，对吧？对。那么今天我们的三局再说一下，为什么五号他是害怕四自爆？现在的规则，所有人听好了，规则最后一狼自爆，所有人算头队，所有在场的好人都默认了算头队，所以他一直在发言，其实他是害怕四号自爆，因为没有这个投票项了。对，其实不用怕，我刚才跟他说过了，不用怕，最后一狼自爆算所有人头队。对，本局游戏 MVP 给到一号玩家，经理给到四号玩家，那我们本周的比赛也都全部结束了，那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下周是。好的，欢迎回来。那恭喜好人阵营第三局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而且我们的 MVP 我们的猎魔人全对，对吧？第一轮因为狼人也爆了一个双爆，其实算双爆，因为雪月自爆了，第一轮投了七，晚上猎了七，第二轮投了五啊，也算投对，反正基本上反正都投对，投四，嗯，投四对。然后我跟你说个说两个事情，嗯，第一个事情呢，你知道选手管理是谁吗？龙哥吗？不是我啊，是哦，小样啊，小样对对，就是刚刚还在比赛焦灼的时候、啊，小样在楼上跟我们说，松鼠鲈鱼在华山论剑上打了几个赛季啊？两次七冠，这次算第一次上正赛啊，就两次华山论剑、嗯、一局都没有赢过，真的吗？没有啊，赢过一局狼，赢过我就跳狼了嘛，那个啊，赢过一局，就好人一局都没赢过。哎，对，所以他在那边就是啊，你知道极尽那个之势，就说鲈鱼一定抽不对人，但是这个脸打得啪啪啪啪，对吧？所以这个非常的优秀啊。六跟七当中你当时怎么想的？我觉得六号玩家粉面会比七号玩家小，因为七号玩家一直在袭警，他拍一张平民牌说八不是女巫，然后又去打后缀未知身份的十号玩家和我，嗯嗯，然后他一开始又说十是狼，我一号一定是个狼，嗯嗯，那在他眼里面其实匪坑一点，其实不用打外缀牌。七号玩家好像没有打的全是好人，真是好人，全是好人，全是好人。好，那你有想过如果把七投了，晚上你猎谁吗？假设七投了，我一定猎四。我第一天摘亏不能发动技能的时候，我就对哦镜头说四号玩家。啊、哦，你对镜头说了是吧？但是你没有我镜头，没又没有我个人视角，对吧？这件事就很难。所以那个好像是南山南啊，是谁啊？应该是你的一个朋友或粉丝吧，给你投十了。哦，小南是吧？啊、小南，哦、小南、哦，谢谢小南。对，所以下次小南记得给松鼠鲈鱼投一个。第三人视角，就镜头对着那压力很大，是吧？压力很大。好，然后第二个事情呢，第一个是好消息嘛 ，MVP 五、嗯、分加两分，对吧？因为拿满全分嘛、哦。然后第二个是坏消息，啊、哦，坏消息是表情反馈啊、这个都怪五号玩家不好，你好像给了点反馈。当然，你可以看一下监控啊、觉得不爽的话可以写个申诉，好吧？但是裁判刚刚我听裁判这么说的，你还不知道。因为别人说的时候你是否要投你要点头啊，这种就越是这样越你像那个十号人家多聪明，说十号人家是好人，十号人家摇头摇头，我们不能认为他是反馈，哈哈哈哈，开个玩笑啊。第三个我相信也是很多观众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件衣服是我的是你的意思吗？是我的，但是那个尺寸好像报错了，尺寸报错了。对，然后他们写的时候可能那个 X 写少了，就只有一个叉。哦，我代表观众问一下，你现在是这个 E 罩杯还是 F 罩杯？
有点尴尬。太大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别闹。哎，不过这赢一局真的挺开心的，这好人赢。关键是 MVP， 华山首个 MVP。啊，是是是，可以珍惜。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掌门花生和那个副掌门猫猫，他们给我很大支持，而且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们一直一直在鼓励我，是说那个我可以的，就是要放轻松。然后还要感谢我那个就是上一个打的那个朋友 NOP， 嗯 ，NOP 其实是很强的，是，只是那个可能这两天状态不是太好，嗯，对，但他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是，好吧，所以很多选手需要一点时间嘛，对吧？对，因为每次来打一天是三局，三局有的时候就是局势又千变万化，可能队友怎么样或者手刀女巫，有的时候确实不是说你有浑身本事完全可以施展出来的，对吧？一把我狼输得很憋屈，嗯，真的，我晚上已经跟他们说了，九十一两个平民，嗯，我靠，就把十一和九都砍了，嗯，我怎么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那你别死不就行了吗？我那是第二盘，我真的没办法，嗯，真的没办法，嗯，那遵从逻辑投三嘛，没办，真的没办法，不好意思。好的，那么嗯，然后今天是哪赢了几局？一局，就一局，一局不错啦，一局多少分？你现在算是七分嘛，扣掉一分就六分。六分，嗯，可以可以，一局拿六分还不如你臭屁的。好，那么感谢观众的这个收看，然后一会儿我们将统计今天十二位选手的分数以及人气，以及最终我们常规赛五天的这个积分表，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嗯。